这部电视剧的结局你们猜到了吗？ Fashion 新青年贾斯汀比伯和塞琳娜追了那么久的金童玉女终于要大结局了。我倒不是惋惜他们俩最后没有在一起，而是贾斯汀比伯订婚干嘛把塞琳娜炒到了热搜上啊，他们已经分手了，请放过塞琳娜。 Selena Gomez 说到塞琳娜，如果你只是知道她是贾斯汀比伯的前女友，那要好好补补功课了。塞琳娜的歌曲 Fetish 这首歌一出就超越了比伯，空降到 Billboard 榜单榜首 Selena Gomez， 而且塞琳娜的 Instagram 粉丝数已经超越了梅梅、金卡戴珊等一众欧美大咖，成了新晋 Instagram 女王，目前坐拥9500万加粉丝。你们可以看看比伯的粉丝，我们塞琳娜一个人也可以很精彩。 Selena Gomez 塞琳娜能成为 Instagram 女王，不单单因为她是明星或者长得好看，而是她真的很会穿。我们来看看这个娃娃脸的超模穿搭法。 Selena Gomez 塞琳娜的日常穿搭基本是这种比较简单的白 T 加牛仔裤，这张算不算塞琳娜的颜值高峰啊？ Selena Gomez 塞琳娜的粉色毛衣上面的独角兽好可爱啊，空姐感觉傻脸呐、啊，一笑整个世界就明亮了。 Selena Gomez 塞琳娜手上这个包是他亲自和 Coach 执行创意总监 Stuart Neve 携手设计打造 Salem Negres 手袋，是不是觉得我们塞琳娜很有才啊？ Selena Gomez 这个是傻脸呐、啊，去看医生时她穿的一件黑色的卫衣，下衣搭配依旧是一条浅色的牛仔裤，这身穿搭显得她非常的休闲。 Selena Gomez 日常出行的服装搭配也是可以借鉴的，黑色紧身上衣搭配牛仔裤，外面加个外搭，塞琳娜的牛仔裤是真的多。 Selena Gomez 来一个牛仔裤的合集，你现在知道塞琳娜多喜欢穿牛仔裤了吧？ Selena Gomez 今年很流行的这种内衬裙装风格很简单，大家日常通勤都可以穿。 Selena Gomez 和朋友出去玩或者度假都可以穿这种碎花的衣服或者连衣裙，搭配上草帽很夏天的感觉。 Selena Gomez 很流行的睡衣风，但塞琳娜这件是货真价实的睡衣，能把睡衣穿出时尚的感觉，塞琳娜也是厉害。 Selena Gomez Lana Gomez 塞琳娜日常碎花裙也不少，这款 Gany 的深蓝色与白色镶嵌的皱纱碎花裙气质显得很沉稳，感觉塞琳娜长大了。 Selena Gomez 又一件碎花裙同样来自 Gany，由于配色的原因会有一丢丢显老，不过娃娃脸的塞琳娜没在怕的。 Selena Gomez 这一套衣服很适合夏天，清淡的蓝色和白色的结合，像不像我们中国的青花瓷啊？ Selena Gomez Selena Gomez 说完日常的，最后放几个塞琳娜美美的礼服照，虽然我们日常用不到，但万一呢？ Selena Gomez 这件礼服空姐太喜欢了，这个蓝色不像宝蓝色那么耀眼，也不像浅蓝色那么清淡，看着很高级的感觉，裸肩的设计也是性感的不要不要。 Selena Gomez 这件酒红色礼服也很炸，而且她日常也是可以穿出街的，性感慵懒范儿十足啊。 Selena Gomez Selena Gomez 塞琳娜获得最佳流行音乐奖时穿的礼服也很特别，礼服来自于 Vision 蕾丝做内衬，高叉也是刚刚好，不会走光，超性感。人生若只如初见，你还会选择爱上比伯吗？如果你已经按捺不住想要了解更多，关注 Fashion 新青年 PS， 文中选图均来自网络，如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小编会在第一时间处理，谢谢。